所以我们其实养鸡是为了要种菜，它完全基本上是半放养的状态，所以他们会自己到这个阴暗的地方下蛋。哎，它的屁股还在这里，这很有毛哎，羞哎。好热哦！有没有煎过温体蛋？周日晚上9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电台塑石油95+。